核心平板。对，现在好多女生都很喜欢平板，像心灵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平板的练习，然后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平板了，我们会做一些平板式的变化，我们一起来吧。整个世界和我相反，但我还有口渴了，就期待下雨，下雨了又等待放晴，天晴了我却又想撑伞。好，首先我们把你的身体来到四十位置。好，四十位置的位置很重要哦，你的肩膀会代表手腕的正上方，你的骨盘会在膝盖的正上方，肚脐往上挖，把你的腰椎拉长了之后，右腿伸直往后点地，对，左腿伸直往后点地。好，这个位置就是平板式的位置，持续把你的肚脐往上去找脊椎，然后让你的臀部往中间集中，你的尾椎骨会沿着大腿的方向，然后把你的胸口打开，把你的肩胛往外拉长。停留在这里之后，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。好，把你的身体往前往后，往前往后，记得你的屁股没有翘高高，保持你的身体是在同样一个平面上，然后往前往后，往前往后，吐吸吐吸吐吸吐，回到中间之后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变化，我们让你的骨盆往右倒， OK， 往左倒，好，再来往右往左，把你的腹部收紧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腹内外斜肌，也就是马甲线的启动。侧 and 右侧腹，没错，左 and 右 and 左，很好，右左右左，很好，最后两个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回到中间。好，肚子收紧了之后呢，把你的重心交给你的右手，我们把你的身体转向。侧身打开，好，让你的手延伸向上，侧腰往上推高，一样你会用到你的肚子，用到你的腹内外斜肌，还有你的手臂支撑的力量。好，带回到中间，我们把重心交给另外一手，交给你的左手侧边。好，再次稳定好咯，再把你的手向上延伸拉长，把你的侧腰再往上推高，大腿强有力的往后推。Yes， 带回到好的，肚子收紧了，膝盖落地，屁股往后坐 child pose。 好，双手来到你开侧，手掌推力圆分起吸气，抬起上半身，好，吐气，我们今天就完成平板式的练习了，谢谢老师。